我现在在西班牙，我和我朋友准备回国了，现在在去机场，马德里机场的路上。看我戴了个口罩、眼镜，就当防护镜来用，然后还有手套。本来之前打算是坐大巴回去机场，但是之后觉得安全系数不太高，所以最终选择了包车。这是去往机场的路上，有点开心的心情无法言语。我们现在到机场了，现在都是等待候机的人员。看我们中国人还挺自觉的，我看有的人还穿防护服，都戴着口罩。值完机了，现在进来了，机场空空如也，只有我们这几个小伙伴。我们现在准备登机，大家都在排队。快登机了，现在在一个个检测登记中。进来了，我现在成功上飞机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雅慧，我在西班牙待了有4年多了。正如大家看到的，我现在已经在酒店隔离了，现在是第二天。这是卫生间，这是客厅，这，哦，对，床上还有全体工作人员给我们的写的话，真的超级温暖。欢迎回家，哎，真的热泪盈眶的感觉，哎，他们辛苦了，工作人员辛苦了。我记得是早上4月9早上醒来的时候收到了大使馆的邮件，我当时心情真的简直无法形容，一下子从床上蹦跶了起来。回国这几天我也感受到了祖国，还有同胞的满满的爱意和关心，政府的负责。我觉得我们管理好自己就是对这场防疫之战最大的贡献。我想说的是，还有在外留学的小伙伴们，不要担心，祖国没有忘记你们，你们总会有回家的那一天。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找大使馆，真的他们会帮助你很多。想说一句，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感到很骄傲，回家真好。